黑男搭讪妹妹无往不利，原来背后靠的竟然是……大家好，我是黑男，我的专长是搭讪，可是大家一定不知道，我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篮球高手，俗称的北港流川枫，下港小皇帝。只要我一运球，场上美女就会来搭讪我了。男生帅气是最基本的，我的篮球精神呢，发挥在我选车上。特选的 Co Plus X Sport 进攻版，兼具精准的操控性，而且又兼顾帅气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开走了爱车，来完成一项不可能的任务。什么任务呢？要在街上搭讪三位美女，来球场看我打篮球。Let's go！ 大家可能觉得搭讪没那么容易，可是你只要掌握几个原则呢，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。例如，首要原则就是要开走 Co Plus X Sport 进攻版，进攻正面的心，搭讪无往不利。开玩笑的，其实你要掌握的就是你要怎么选目标，目标看起来一派轻松，不赶时间，慢慢走的那一种，会比较简单。哦，很像发现了一位正妹了，我们赶快停车，执行任务。靠，不好意思，我有点迷路，我在找一条路。什么路？这是我的 LINE， 请输入。谢啦，哎，再请问一下，如果我猜对你的血型的话，你跟我上车，到篮球场看我打球，帮我加油，好不好？好啊。那我要猜喽，你一定是方形。为什么？不管怎么这么正，猜对了吧？上车 ，Co Plus X Sport 进攻版。有经济部人员局能源效率一级认证，让你可以尽情 play， 开再远都不累哦，不累不累不累。接下来寻找第二位目标 ，Go！ 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想要请问一下，我在找我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他？他长怎么样？我给你看一下照片。好啊。我朋友是不是很正？有这个荣幸邀请你跟我一起去打篮球吗？好啊，上车吧！哇，实在是太顺利了。我看再这样下去，我都可以组五人辣妹拉拉队了。Co Plus X Sport 进攻版有多变的空间模式，可以变化出超大空间，比起同级车真的是大太多了。我看塞十个辣妹都不是问题。走，我们去寻找第三位辣妹 ，Go！ 再一位，小姐。我想要挑战你，如果我挑战成功的话呢，你来当我的专属啦啦队 ，OK？ 我会试看看啊。如果猜对你的姓的话，你就上车跟我去球场陪我打球。猜我的姓？你要不要猜女性吧？哎呦，被老梗了啦！为了表达我的歉意，我请你吃饭。吃饭？吃什么饭？请你乖乖就范，快上车。哎呦，不错哦，这心梗哦。OK 啊。Yes， 把妹其实不用靠高富帅，要靠的是什么？脑袋，就像我的 Co Plus X Sport 进攻版一样，空间大、省油又兼顾帅气。但这只是基本盘，最重要的是高 IQ， 就像我们一样 so smart。好了，今天任务达成了，我们一起去篮球场吧 ，Go！人帅真好，但是车帅也是非常重要的。那我们今天任务完美达成，我们继续打球吧 ，Go！、Yeah!